姥姥，你这洗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臭！这是大肠，你小子没吃过，做起来可香得很。这玩意看着就没食欲，你能做的好吃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给你做了你没吃过的。姥姥，这东西看着就吓人，你怎么做啊？待会姥姥做出来你就知道样子好看了。你可别吹牛。姥姥，这怎么煮缩水了？老师没教过你再让冷缩呀？你还懂这个呀？小二姐，看想不想吃啊？嗯，好香啊，看着就想吃。姥姥，这里穿上大葱干嘛？这样吃饭你没见过吗？哇，姥姥，这看着好好吃啊！那是，喜欢姥姥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、啊。啊，这香甜酥脆的好好吃啊！好吃吧，姥姥，以后还给你们做哈。